Life is a winding road, no telling where it goes. 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, won't stop.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章鱼烧加鹤柳，我们去买吧。ネギポン一個。嗨，这个食べます？マヨネーズつけて大丈夫ですか？マヨネーズいらない。マヨネーズなしで。マヨネーズいります？いります。はい。520。好快！这黑人的吗？没，没这黑人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じゃあ次は何かな？これか这一间叫做甲鹤柳，这间是在美国村发祥的一间很好吃的章鱼烧，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大阪里面最好吃的，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不一定，但是个人就是最喜欢吃这一间叫做甲鹤柳。那每次在那个美国村阿妹木拉的时候，他就会很多人排队。那他的，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他的这个葱跟他用烹汁柚子醋，很好吃，真的。如果有去美国村可以试试看，我最近是比较少去，他在有些地方有分店，没有那么多。前あれ吉本あったけどなくなった，之后就不知道哪里有了。刚好我们今天来这里有看到，想说就吃一下吧，这个超好吃，章鱼烧。超好吃。おいしい。ネギのポン酢合うな。我们去买饮料。いちごレモンジャスミンティー。いちごレモンジャスミンティー。一つで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以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、もしかして YouTuber？ え？
妈美妈美，这个店员他有看我们的影片呢，谢谢他好吧？你说谢谢？不要哦，好吧。谢谢你，谢谢。いちごレモンジャスミンティー何入ってるん？珍珠也有。野果也有。草莓。草莓，自己也要。有野果、珍珠、草莓，好多哦。这一间呢，是我以前在哪里？天诺吉的哪里啊？Q's Mall 里面有看过101，最早那边是快可丽 Quickly， 然后后来变101。Quickly 台湾的店，后来变101，现在应该还有。弟要跟你干杯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妈妈，你等下去上厕所哦。好，准备走吧。妈妈，等下去尿尿哦。好了。